就是陈思诚，陈思诚这事儿很简单啊。其实兄弟们，我告诉你，说陈思诚三 P 这个，你真的是不了解，肯定是不了解。以我对陈思诚的了解，绝对不可能是三 P。有一个后来的这个女的，估计是啦啦队，有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，比如说生理上的障碍或者阻碍，这个时候呢需要人助助兴，啊，人少的话可能热闹不起来，因为你知道这些演员呀。